何必定民代表会副主席张宝芳的母亲黄秀菊女士十号举行告别式。何必定长阮厚觉甲代表会主席林金晶分别率领工作团队甲定民代表会前往上乡致意。何必定民代表会副主席张宝芳的妈妈黄母秀菊女士十号上午举行告别式。何必定民代表会主席林金忠率领代表会同仁前往上乡致意。定长阮厚觉嘛亲自带领工作团队的一级主管出席对事会。我们知道满华妈秀菊在我们平常教育儿女，以及在敦亲睦邻，还有我们所有的在所有的事情都非常做得非常的深刻，我们的女性的一个典范。今天的一个先逝告别式，我们公所全体的主管都来参加追悼面试。何必定民代表会副主席周宝芳有丰富的地方服务经验，更加曾经担任国民党河北东部的主委，在政界的人民情况告别式的现场，会当看到除了河北当地的平台陈理事长、外乡镇的乡镇长甲代表会主席嘛拢出席告别式。周宝芳表示，在母亲办丧事的期间，无法度服务所有的选民，感觉抱歉，希望乡亲见谅。大众新闻也奉有何必采访报道。